今天有比赛吗？没有啊，下周啊。微博打滔博。啊！待会儿看不看狼队打一星？不知道。看吧。待会儿输了看一看，没输不，没输就算了。玩谁呢我？我最近感觉我那个李元芳玩的挺好的，他估计要打野就把打野让给他吧，打打狄仁杰吧。狙吧，起手狙，这是第几把？这第一把，刚开。队员什么在哪里直播？队员没直播呀，每天都训练。哎呀，好饱呀！我吃撑了，兄弟们。吃什么了？吃那个饺子，那个饺子吃了两大盘，一份15个吧，我感觉我吃了最起码20个多。哎呦！哎，我顶得好慌啊，兄弟们，我要站一会儿吧，我站着玩，我站着玩。走。有，我忘记学二技能了呀。谁给我对线？哎，好歪，站着玩好歪，兄弟们。
怎么办？站着玩感觉 A 不到哟。不露头。可恶。算了，不能站着玩，站着玩看不清楚嘛。你长痔疮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吃太饱了。嗯，没拉屎。直播肚子几个意思？没有，刚才太饱了，我站一会儿，吃撑了我。怎么坏？嗯？嗯？枪有点饿了。冷静冷静，习惯一下，还没找到正确的狙击节奏。冷静冷静，兄弟们。我太饱了。这绝育路没办法呀，这上路一直两个人啊。哎，玩得好呀，兄弟！怎么不想？这发育路打得太累了，兄弟们，受不了。他还出了护甲鞋啊，这个人。2600，他比我多200。下路亚瑟打不过老铁。有点歪呀，今天。这看来不是有点歪了。今天是相当歪，兄弟们。他到底在不在里面？在里面。他们只能抗压。
这样吧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上路一直一打二。上路线，有这么怕的吗？好像是有问题。看来第一把就要凉了，兄弟们。我怎么感觉我每一枪打他们身上都不是很痛啊？完全点不动啊，这人。又只能守家了。啊，你这个辅助都这样帮你，你下路还是被狂铁给打爆了。他问我选百里有什么用？这人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你告诉我那个没帮他吗？都怎么在帮他了？我上路一直一打二，他告诉我选百里有什么用？
这狙到他才掉一千多点血。这经济它太多了呀。我怎么感觉他出个护甲鞋一枪狙到他身上就不是很痛啊。下吧下吧。不怕有韩信输不了带线拉扯，你把这个弹幕抠完了基地就已经爆炸了，是不是感觉到挺意外的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转发，拜拜。